好，我们夜猜队的平民版来试试看。你刻了20颗没过，哇，那你真的先去练卡片吧。第一关，这个那个回合数限制，但还好。开始先技巧信息一个技能，结果没有小岛光珠，有点尴尬。好，过了。哦，没死。一定要在第四关之前开一下我们的夜小猜。那不如我们就这个回合第二回合开吧。洗干洗净的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啊，只是想说可以洗的话尽量洗。五只史莱姆啊，五只史莱姆，认真吗？第三关，好，蛇夫要怎么过？超容易吧？第二阶段无限回复，我想看看。好，洗技能，基本上这边全部开掉就对了，因为等下技能全部重置，神外技能重置。那我看一下这个，应该是没有。要金英雄啊！刘雨音，来，下来。整版转关，看一下伤害多少。17 combo， 哇，777，厉害！第四关，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那个啊，重置嘛。哎呦，那个共鸣还在，所以还是可以打的耶，那就打过去吧。好，第五关，越战越强，该不该在这边打过去啊？这个雨应该是没问题啊，我觉得。哦，天哪！好，第六关，这边七 combo 以上是不是？好，七 combo 以上就转七 combo 以上啊。好，最好是六 combo 啊！我想要洗个技能，哦，太会了吧！这个六 combo， 持续的六 combo， 好了，应该转到了七。还是没死，哎，感谢蓝色幽浮，你真的抖内蛮多次的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的150块抖内，然后我转到一半。还记得上次的神抽奖吗？这时候就要说不知火好赞，神魔之塔好好玩，神魔小妹好棒，结果都中八神安了。阿红，请问你是练了什么巫术？是被 Minecraft 的巫女打到超神女巫砸到才学会的吗？啊 ，Minecraft 好久没玩了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来，不碰它，其实不碰它这边都可以洗技能啊。你一旦碰了他，你就是要了他，所以，我在讲什么？好，反正就是要把他给带走。下一关是附加效果重消除重置，所以你这边可以先把这个关掉。然后，巨 dragon 开吧。有个会跳哈，哎，我想看这怎么开啊？开这个好了。反正就是要一击把他给打死嘛，那就是开了这些爆发这样子，那应该可以一击打死吧？没有一击打死，我也很难过哎。你一旦碰他，你就要娶他，太严格了。
好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接下来是第八关。第八关这边呢，其实还好，因为这一队有血量及恢复力的加成，所以这边应该是比较轻松一点，算有两秒转珠，但是可以在这边稍微洗一下技能。不太优哦，现在两组新珠看回多少，天降到七八 combo， 可是没有新珠了，哇，我要烧多一点版面了。没有新珠，给我新珠一颗。好，有来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哎呦，哎死了哈，死了。嗯，好，真是有点错愕。不过他死了。哎，我们的那个跳起来了。谢小财，开下去。哎，打一下还没有骷髅头，这是什么血量啊？鬼畜的血量。那我就带过去咯，不客气的带走他。好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好，第九关来到第九关了。哎，这边有水木暗强化腐蚀都有哎，水木暗强化腐蚀哦，好赞。好，总该过了吧？没过，好尴尬。这开下去又有了吗？水木暗强化腐蚀，好，就这样了。这样总该过了吧？过去啦！第二阶段，哎呦，就是要一回合带走对吧？那我这边开个龙科应该就，哎、欸、不，我们这边开个主角应该就过了，希望会过。来，过来过来，不听话的浮石们，好，这个版面真的好差哦。没有很多的光暗珠，哦，还是过去了。好，网关了。啊、哦，转珠减少二，哎呀，哭哭啦！哎，他虽然连级，可是打不死我们。跳进英雄啊！好，我觉得版面有够糟，我们开个主角。没有看到那个叠珠吗？叠的不太好，可是应该带走啊，没问题啊。哦，这天降太神了吧！二十一，比那个什么马什么的还会降，天降千万。好，这边就是剩下的全开了。什么光暗不能消水火木？怎么办？没有。光珠了，我真的有点尴尬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吓死我！好，真的是，还得关掉才有。好，好、哦、尴尬，但是还是 OK 的，稳稳的过，差点过不了了。好，第五 combo 而已，还是过了，单张千万，顺利通关 ，victory， 嘚儿，想不到你们力量这么强大，当然，好耶， yeah， 太棒了，顺利 victory 通关，通关通关，这一队就是临时抽的队员，对，那至于平不平民，就看你们有没有，有的话就顺便用一下这一队，然后解完一个成就。只有人类成员